咁嚟到香港，唔係嚟到唔係香港，係嚟到廣州，就嚟到 CICF 嘅現場。咁咧一定要用麥，因為今日太嘈呢度。咁咧就我諗有啲朋友都未上過 CICF 嘅，即係廣州動漫展嘅，咁都可以嚟睇睇啦。咁其實咧規模啊同埋人數咧，其實絕對唔會比香港嘅展覽咧太過遜色㗎，因為即係可能差唔多。有人話呢度嘅 cosplayer 咧就好過香港呢添嚇，咁香港嘅朋友唔好嬲我嚇，因為可能始終人多啲啦，或者佢哋時間多啲啦，或者賣嘅道具可以平啲啦。好，咁我哋咧而家即係多謝攝影師幫我哋揸咗相機，咁而家我試下我自己揸翻機帶大家導航。好，咁唔該曬嗱，咁揸機個邊個咧就我哋一個香港啊設計師啊 Kelvin 啦，影影先，係啦，冇錯啦。好，咦咁啊，咦似乎好順利喎，即係嗱一路啲人嚟緊啦，即係有律有成啊，有啦，咁我哋行啦，咁我就 Kevin 帶帶我都好啲。咁我哋其實第一站就去咗訪問你哋個 booth 先啦，係嘛？咁呢個沿途你見到咧，可以睇下即係現場睇睇個情況啦。要 hot toy， 嗱 hot toy 就大家都見慣㗎啦。咁我唔特登影住先，我想帶大家睇一啲咧，即係香港見唔到嘅部分啊，嚇！咁就尤其是啲 cosplayer 啦，尤其是啲嚇當地嘅朋友啦，嚇！因為時間有限啦，嗱，我呢段片咧可能分幾段啦，係 sorry， 哦開咗，係可能分幾段啦，咁就見到嗱，影到好多廣州，呢多數係廣州朋友啦嚇。咁啊～可能分兩段，可能有三段，唔知道嚇。咁、大家真係留意喺鏡頭隔離啦嚇。咁 Kevin 就好粗魯咁幫我哋捧開啲啊。其實就都得嘅啊，不過就係好唔該佢先啊。咁即係幫便咗我嘅嗱。咁、大家一路行就立下啦，立到嘢就立啦，係啦。咁啊就其實就好大嘅場館嗱，可以影影好，其實好大嘅，好大嘅場館。咁啊，但因為時間好唔充分啊，咁啊，所以咧，我一間都會訪問咗啲想訪問嘅朋友先啦，然後咧，隨即就帶大家行個圈嘅。好啦，咁啊嚟到啦，已經哦嚟到 ，OK， 哇，影影先。嗱，咁我一路影住我講嘢啦。咁呢一個咧就係 Kevin 喺我隔離想問啦，呢個係新素體係嘛？冇錯，呢個係 Gatoy 同埋一個台灣嘅發展商一齊合作推個全新概念、全新做法嘅一個1:6素體，高可動嘅。同埋個身材比較瘦啲，就係放著衫嘅。咁你見到個腰咧，嗰個扭動嘅曲度咧，比一般嘅1:6咧，佢幅度更加大嘅，係加強咗柔軟度嘅。咁而家開發接近完成㗎啦，咁就應該好快會 pre-order， 同埋會用喺機台嘅出品身度。哦，頭先原來咧我都唔知道，原來有台灣嘅朋友參與啊，係啊，有考黑 Kuro Tiki， 哦 ，OK， 咁啊新素體啦，咁應該佢哋據聞咧身體裏邊用嗰啲比較新啲嘅方式，就唔係啲超新嘅技術啦，不過係一啲用緊嘅技術，但係咧就可能最對成個1:6公仔嚟講咧，個可動性仲高喎，原來嚇。好啦，咁咧就既然 Kevin 嚟到，喂，你想訪問你先定係訪問？冇所謂，不如 Vincent 喺度。哦，好，你推咗波俾 Vincent 係嘛？好啦，咁我哋見到嗱，有啲人喺度啦，哎，嗱我哋 hello， 哇，咁成班喺曬度啦，嗱，咁我逐個訪問先好唔好啊？我先訪問咗 Vincent 先好唔好啊？系啦，呢、這個啊，唔係，嗱、推來推去嚇、OK， 你先啦，咁啊，好，嗱，咁就嗱 ，Kevin， 嗱，呢個你第一次算係第一個作品哦，第一次量產咯，咁就如果記得喺舊年Toy Show咧，我等過兩個電單車嘅，咁其中一款咧係類似呢款嘅概念咧，就係、是、似《未來戰士》第四集有一架叫 Moto Terminator 嗰個概念，咁就經過。多謝機 Toys 嗰邊支持我啦，咁就佢支持我將個概念再優化咧，就嘗試將佢量產。咁稍後喺10月到啦，就會出個 Kickstarter， 咁就將會出1:6同埋1:18嘅版本嘅。計1:18而家嚟緊就灰版，咁呢兩架就1:6嘅 demo。咁呢架軍事舊化嘅咧，就將會後日過去台灣嘅，跟住就大家會喺 TTF 台灣會見到嘅。咁就希望到時大家支持啦。咁啊，唔該曬 Kevin 先，嗱，即係都唔使訪問啦，自己自動幫啊嘛，講咗啦。咁咧，我依家問你幾句先嚇，咁啊，影一影啲片先。嗱，喂 ，Kevin， 呢個你第一次作品出現啦，叫做又仲去埋台灣添，陣間。係啊，係啊。心情如何？又講下。心情興奮啦，亦都好感恩啦，亦都多謝我哋機 Toys 啊、朱生啊、輝哥啊，佢哋支持啦。因為機 Toys 實在係好支持國內啊、香港啊，甚至國際間嘅設計師，去將佢哋嘅概念啊、一啲 idea 啊，將佢真係落地咯，變成一個產品咯。咁你
嗱，咁啊，云朱山喺面前，同埋阿 Kevin 喺前面。嗱，我哋而家呢个系节目系 live 嘅，香港收直播紧嘅。咁啊，静问一问你啦。嗱，喺我面前咧就系阿朱山咧，就系基Toys嘅负责人啦。咁其实咧，基Toys嘅公司嘅哲学同概念咧，同大家讲少少，唔好讲太多。OK， 基Toys咧就系一个设计师嘅合作平台嚟噶。我哋希望提供更多嘅机会俾一啲年轻嘅设计师。可以在呢個舞台展示佢哋嘅設計，我哋會全力墊資落去咧，幫設計師實現概念產品化，並且推向市場嘅咁樣嘅嗰個平台。多謝曬你哋。嗱，咁我嚟緊咧，仲有隔離有一位拍檔喎，拍檔死啦，又可以自己稱呼下自己先啦，同埋介紹一下。小姓譚嘅，大家都叫我阿 Man 就得噶啦，啊，咁樣後面我哋係想再介紹。唔緊要啦，我做得唔好嚇，咁唔緊要，我哋 live 就呢個。其實咧，即係大家 casual 啲就得噶，即係嚇。咁啊，阿譚生，其實咧，你同阿朱生合作咧，其實背後你哋諗住係想為呢個市場同呢個工業帶到咩出嚟咧？除咗係可以幫助一啲設計師嘅產品可以做成一個產品啊量產嘅一個平台之外咧，其實我哋係不遺餘力咁樣去設計培訓一啲年輕嘅設計師去做一啲新嘅產品同埋我哋嘅新嘅品牌係服務於同基Toys一齊去成長啦。好多謝兩位先啦，其實因為好多朋友咧一講到啲收藏品玩具咧，就會覺得係即係可能香港公司啦。咁其實而家我哋發覺咧，內地啦、廣州、其實上海啊、北京，其實都好多設計師啊，好多品牌出咗嘅。其實而家嚟緊咧，我想問翻朱生啦，咁樣不如你其實會唔會覺得好大挑戰？除咗有香港品牌啦、外國品牌啦，仲有內地都喺度努力咁，大家即係搶集喎。呢個咁樣我哋都有少少擔心啊，不過有絕對嘅信心。因為我哋成個團隊咧，不論從工藝上，還是從激情上咧，都非常之澎湃噶。咁同埋我諗，相信就係過往其實廣東省嘅即係廠家啦，或者係即係生產嘅人員咧，其實都好多幾十年嚟都係做玩具啊。咁可能你哋嘅基礎啊、開模啊、設計啊、雕刻，其實各樣嘅技術已經都好純熟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呢個就唔使擔心嘅，朱生。不過咧，當然即係大家都要好謙虛咁去面對好多對手啊。即係嗰啲對手其實唔係競爭嘅，大家同業嚟嘅啫。不過可能真係大家都會各自去努力啊，即係變咗唔係可以咁簡單話可以 hea 住做咯。你講嚇，即係可能要好俾心機去做啦。咁有外國設計師、香港設計師、內地設計師，咁我相信咧，廣州或者廣東省呢一邊嘅公司咧，其實都可能一個新興嘅勢力。嗱，咁尤其是咁，阿朱生其實真係有除咗係即係發掘一啲新嘅設計師之外咧，都有發掘一啲即係唔係舊嘅設計師，即係已經係有人識嘅設計師。嗱，咁我哋以下時間咧，我哋訪問另外一位設計師阿 Vincent 先，好唔好啊？因為轉頭再揾阿朱生傾多兩句，好 ，thank you， 好，係啊，好 ，Vincent， 喂，嗱，唔好意思啊，嗱，喂 ，Vincent 你好啊，嗱呢排你好忙喎，又上北京啦，又上廣州啦，跟住又過台灣啊，咁使啊，唔使，唔過太密啦，好似上上海嘛，唔係。但我記得你係早排未喺廣州前係去咗另一個內地地方邊度啊？湖南啊？有個展覽啊！啱啱之前對上西安有展覽，係啊，好忙咁樣啦，就同個靚女影相嗰度喎，唔係西安啊，嗰度係邊啊？嗰度係杭州，喺杭州。講話都唔記得俾個麥你添，死啦，收唔到聲。好啊，今日 Vincent 嗱，咁啊，今日就不如咁啦，俾你自己講，我又方便啲，我負責影，你負責講自己嘅新產品。今次好難得啦，我好少喺廣州做一啲展覽啦。今次基Toys咧，亦都有一個新嘅作品啦，即係元兇嘅第二代，即係佢嘅死敵，就係啱啱上場嘅呢個赤烈，咁就即係花咗唔少時間去做上色嘅設計啊，整體感覺出嚟效果第一轉我自己都好滿意，都有80分噶啦。咁成件事係佢哋嘅團隊亦都即係務求將我嘅設定啦，做到盡善盡美咯。我覺得，因為你而家見到呢個真身咧，基本上仲有好多嘢係收埋咗，大家睇唔到噶。同埋佢有真身嘅樣啦，同埋啲配件咧，亦都會多好多噶。咁未有頭見到咯。你啲機械設定啊，所有嘅嘢咧，就已經做到好足咯。個
头系咩头嚟噶？即系人头定系？其实兽头啊。兽头嚟嘅有一只吓，兽头，人兽头。人兽头。系啊。系好似悬空咁样嘅，系啦。咁今次啊好难得啦，因为时间啱啱好赶得切，咁啊有情景有成，成个气氛就做到出嚟唔错嘅。咁呢个系机胎第二个咯。机胎第二个嘅，咁嚟紧都会有陆陆续续，即系十二生肖啊嘛。咁希望都会跟住落去有其他唔同嘅角色咯。對呢個系列有咩期望啊？其實呢個系列我希望佢哋由圓通開始第一次玩啦，咁佢哋因為係應該下個月嚟緊呢個月底出貨，咁希望佢哋收到呢件作品圓通咧，會覺得哦原創作嘅新嘅作品、新嘅系列都會有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咯。咁希望佢哋繼續支持我嘅作品啦。攞翻個麥先，唔好去搶麥，因為真係收唔到聲啊，唔好意思啊。咁又嗱，咁我問下你啦。咁啊啱啱開專門店啦，喺北京。對北京嘅或者內地市場咧，你點睇啊？其實我覺得我喺北京開店咧，其實目的咧就係想將Desire Toys 再推高一啲。即係雖然一間店咁少，但係都好多 fans 朋友都會嚟我間店度睇。一啲除了我的作品之外，亦都有七位的香港的設計師都會參與到的。未來我都會希望將他們的設計帶動到 在北京啊，或者北京以外的地方可以展出他們的作品咯，都是不斷地推動Desire Toys 咯。唔該曬 Vincent， 因為今日咧時間好緊迫啊，都想令到個節目更加好睇啊。咁啊，大家中秋節快樂啊！好，咁唔該曬 Vincent， 因為頭先咧啱啱我哋都打斷咗去同嗰個 fans 傾偈啊。咁係啊係啊，啱啱頭先有一位咧。咁而家我哋訪問另外一個設計師先啦，係啦。咁啊係啊，三三重工，即係呢只。好，咁啊喂，講白話得唔得啊？冇問題。哦，冇問題，我真係要諗一諗，我驚要講普通話。喂，咁咧當然咧就做直播有啲問題，通常都咁而家又開始翻啦，因為始終大家明白咧，我哋喺廣州做直播唔係喺香港啊，所以咧無論信號啊或者數據方面咧，大家明啦啊，唔係咁易做到啊，做到已經非常好啦。好，咁睇睇先，而家理論上開始咗，睇到有人睇到啦。好，咁我哋影住而家呢個咧係咩咧？咁啊，冇錯，都喺機台就 booth 裏邊啦。咁啊，冇辦法啦，朋友嚟噶嘛，做多啲報導啦。好，咁而家下一個設計師頭先啱啱咧已見到個嚇。啊好大隻嘅靚仔咁想講嘢，啲人突然斷咗線。而家我問翻佢啦，阿 Ken 係咪啊？係好，我有咩你？係大家好。呢、這個就係三生重工同 Gators 合作嘅第一彈蝦叫石計劃零，即係呢個人咧就叫做零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僱傭兵嘅隊長嚟嘅，咁所以大家見到下邊佢好多武器啊，因為佢咩位都要攝嘅啦，西跑啦、突擊手啦、近距離攻擊啦。咩佢都要做嘅，咁啊呢个故事咧，我哋将会喺 Facebook 度慢慢公布出嚟噶，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嗱，咁睇下，其实可以睇下隔篱，呢个就系第二弹嘅设计啦。咁设定上咧，佢系开始就系零嘅敌人嚟嘅，咁之后慢慢会有咩相爱相杀嘅故事咧？咁大家可以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啊。咁大家可以睇到咧，其实佢依家呢个系一个人马形态。咁点解会系人马形态呢？我哋之後就慢慢公佈啦。好，咁啊，唔該 Ken， 因為佢就好玩你哋嘅，即係要你哋平時咧唔係成日對鏡頭講嘢咧，突然間塞支麥過嚟要你自己解釋曬。嗱，咁頭先聽到大家阿 Ken 嗰啲廣東話非常之嚇，同我哋香港啲音完全一模一樣喎，真係差唔多。佛山人嚟噶嘛？哦，你佛山人嚟嘅 ，OK OK。咁我哋香港啲嘢撈亂曬噶，唔知邊度打邊度。好啦，咁但係即係好聽啲廣東話，即係唔係我哋上嚟玩嘅嗰啲廣東話咧嚇。咁啊，喂，其實阿 Ken 你係咪都睇好多外國嗰啲動漫啊書嗰啲？所以我見你啲設計都係幾西化嘅喎。係啊，基本上我哋呢個年齡嘅人都係睇國外動漫多嘅，即係由細到大都係睇國外動漫大嘅。咩RoboCup 啊，同寵夢啊之類啊，呢啲咁嘅大師作品都基本上都睇曬㗎啦。嗱，咁所以咧，大家即係由睇佢嘅作品同睇佢嘅人咧，完全咧同我哋即係我哋見慣口面嗰啲朋友仔冇分別㗎。所以大家咧記住，千祈唔好
以為自己好醒啊！即係香港你試一試啊！即係咧呢啲咧，唔好以為好醒。即係咧，其實咧，內地因為有好多猛人。好，咁多謝阿 Ken 先，因為我哋嘅訪問咧到呢度好嗎？好，拜拜。另外有位香港朋友嚟咗，係咪啊？哇！哎，有彩蛋。其實你喺阿 Kit， 你喺有個 booth 噶嘛，係咪啊？一陣過嚟揾你得唔得？因為點解喺呢度訪問埋算數？一陣過去。哦，而家係啦，哎呀，大師遇。啊！大師遇著大師係嘛 ？OK 嗱，同兩個係嘛？係頭先係咪踩緊阿 Vincent 啲嘢啊？你咩啊？冇咁樣啦，講笑就玩嘢就玩嘢就 OK。好啦，我做翻正經嘢先嚇，唔影你哋。咁咧，我揾翻呢度啦，機胎嗰度啦。咁咧，介紹埋虛擬。好，揾翻啊，其中一個負責人咧，我哋講講，攞你講住先，你一路講，你一路影好嘛？啊，好啊，哎，大家好啊，大家好，嗯。我想同大家講講我哋呢個係我哋嘅機台時一個內部團隊嘅一個設計啦。呢個設計係以一個法師嘅一個系列啦。我哋第一彈就係一個驅靈法師嘅一個驅魔獵人嘅一個係以西方形式嘅一個第一彈嘅設計啦。裏面做咗一啲好驅魔獵人都需要嘅一啲產品嗰啲工具啦，嗰啲用具。咁樣就我哋基本上都可以攞出嚟玩嘅。咁第二彈我哋啱啱出嚟，咁就係一個以道教嘅形式啦，道教形式嘅一個但我哋加入咗啲現代嘅元素啊，等佢更加有潮流味嘅一個元素，等佢更加適合年輕人嘅風格，又帶有一啲中國嘅傳統文化嘅一嘅嘢嘅一個結合啦，做成一個咁嘅產品嘅。咁需唔需要介紹一下嗰、那個內容呢？嗱咁啊，嗱唔好意思啊，呢又因為咧，我哋 Toys TV 係咁衰噶，即係其實成日都玩到啲嘉賓咧死下，咁啊，但係其實佢啲好叻噶啦，即係講咗咁多嘢。嗱，想問一下咧，老總，呢個第二個設計係一個，其實你我記得你設計裏面咧有好多個都係驅鬼，不過係嚟自唔同世界嘅驅鬼師咁啊，係咪啊？係啊，冇錯啊。因為但係咧，佢哋係同一個故事裏面係有連串關係嘅，因為佢係世界各地嘅聯盟嘅法師。咁樣佢哋係經過其實有啲少少係按翻我哋主題嘅，我哋公司嘅主題就係一棟門啦，門嘅意思。咁整個故事都係圍繞一個穿梭時空嘅一個門，然後呢啲法師喺呢個門裏面去互相合作嘅。咁我哋希望可以打造一個中國式嘅英雄聯盟啦，可以做成一個英雄聯盟，就中國式嘅一個英雄聯盟嘅形式啦。咁佢哋係會穿梭，大家係以用佢哋嘅法門啦，去穿梭個時空啦，然後去完成一啲世界各地嘅一啲危險嘅去解困嘅一啲任務嘅，咁樣佢個故事大概就係咁樣去啊。咁咧，我記得咧，其實你公布之前嘅資料裏面咧，有差唔多有四五個噶嘛，而家呢個係第二個，喺中間見到呢個鬼仔咧，殭屍仔好得意，呢個係屬於跟埋呢個法師啊，定係話獨立嘅產品咧？呢、這個小殭屍咧，其實係第二款嘅呢個主角嘅弟弟嚟嘅。咁樣因為佢係啱啱係鬼節啦，24小時後嗰陣時候，主角仲係8歲，佢弟弟仲係4歲嘅時候咧，佢哋就係喺鬼節夜晚黑冇聽大人講就出咗去玩。咁樣弟弟就係遇到惡靈嘅，咁就將七魄咧，三魂唔見七魄，我哋都知道。咁七魄咧就俾惡靈奪走咗嘅。咁樣後嚟咧喺危急關頭咧，舊嘅驅靈聯盟即係後嚟嘅尊天命嘅師傅啦，同埋保羅嘅老師啦，佢哋係舊嘅一批嘅聯盟咧，啱啱趕到係救咗呢個尊天命。咁樣咧，但係見到弟弟咧仲係有一個三魂仲係存在嘅情況下咧，佢就好將個三魂係附託於呢個機械嘅人殭屍嘅人偶裏邊，然後等佢生存落嚟。然後等佢後嚟尊天未加入咗道教之後咧，去想辦法去加入呢個聯盟之後，去希望有一日佢係可以救翻佢弟弟，然後翻去一家團聚嘅。即係其實呢個係機械人嚟嘅，係咁，但係會唔會連喺產品裏面啊？會啊，佢會係連喺個產品裏面嘅。我哋而家仲傾緊係會唔會係單獨去成為一個產品咁樣，又可以去俾大家去分開去選擇咯。
好，咁唔該曬先啦。咁我哋繼續影啦，時間關係。好，咁啊，多謝曬你嚇 ，thank you， 好，拜拜。嗱，咁我哋繼續影啦，影嘅就係應該係啦，呢邊係嘛？呢度，我呢度可以拍呢個位置。係啦，嗰度。咁咧就啱啱嗱呢一個咧，呢一個唔好意思，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啊，冇啊！呢、這個咧就係一個內地設計師產品啦，都係基胎佢哋啊負責生產啊啊咁樣嘅。咁但係咧，依度我哋揾唔到設計師啦，咁我哋就影影啦。但係我覺得呢個設計咧就同苗族話，同苗族同埋科幻有關喎。我代佢講啦，據我所知咧，佢個設計有科幻啦，咁但係佢入邊啲服飾啊，而家佢著住衫入邊見唔到啦。其實佢有啲水槍啊，你見到嗰度細細喺個腰間個水槍咧，有好多苗族嘅色彩啊、圖騰喺入邊嘅。咁以據我所知都係末世之後發生嘅事嚟㗎啦。咁你見到個裝甲嗰啲設計啊，同埋嗰個載具個太空船咧，入邊有個 B B 嘅，嗰、那個 B B 嘅做工好精細嘅，應該係講將人類送咗去另外一個星球，再延續翻人類咁樣。大概意思啦。嗱，咁呢個設唔該曬 Kevin 先，呢個設計好特別。我哋兩個都係代講嘅啫。咁啊，但係唔緊要啦。我想問咧，機胎我哋影曬啦，應該係嘛？冇漏啦嘛。咁啊，我就而家就暫時離開呢度啦。咁啊，唔該曬 Kevin 先啦。咁啊，入嚟都好方便。咁咧，我自己就繼續行一行個 booth 先，又可以揾下其他人。OK，thank you， 好，拜拜。嗱，咁我就繼續影啦。咁我唔照片我唔斷住啦，因為咧有係啦，佢得，有人提我啦，佢得框。咁咧點解咧？因為咧，即係有個導遊好啲嘅。好啦，咁啊，差唔多到啦。嗱，又另一個啦。好，一係趁未斷，我哋繼續嚟啦。喂 ，Kevin， 你好，你好。嗱，咁唔好意思啊，咁我哋又阻住曬啲fans 同啲設計師傾偈啦。咁 Kevin 今日係有新產品嚟到嘅喎，咁咧你不如嗱你自己幫我哋一路介紹下啲最新嗰啲產品同埋啲系列好嘛？介紹。如果你新的產品啊，因為今天我看到很多新的，香港沒有見過的。好。香港朋友大家好，然後這次我們廣州 CSF 展會帶來的是我們公司一條全新的產品線——燃魂限定系列。然后这个系列是耗时了8个月重磅打造的系列，然后是日式机甲风格的产品，然后也有原创的故事背景，会在产品发布的时候有详细的介绍给大家看。然后主要就是以拆甲，以日本文化的赤鬼为一个原型来打造一个用现在的审美来看的一个产品这样子。然后所有的铠甲各方面的东西是全部可以拆卸的，有一个大的寺庙的机甲的地台，也有40厘米高，反正也比较有气势，也希望大家就是说能从图片里面可以感觉得到。然后会有一些特效件啊，包括烟斗啊，对，包括武器。当然现在公布的东西也不是最终完整版，到在10月底公布正式官图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大量的道具，隐藏的道具会公布。对，特别版有咩分别啊 ，Kevin？ 这个就是限定365只，没有版本的区分，然后每一个都是最高端的配置了。盔甲有啲唔同啊。对，盔甲是可以拆卸的。哦。如果拆卸掉的话，就是现在这一只的这种感觉。我明白，即系有两层嘅盔甲嘅。对，手甲都可以拆卸掉。哦，有两个机械，好似啲标肉咁入边啊。好，继续啲新嘢喎。然后这一款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新系列，公布的比较早，但是会在今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对外。它是一个妖兽杀手的系列，主要人偶搭配比较夸张的载具为亮点，然后丰富的武器道具。对。哇，差不多吧，姐。啊，对。所以可以玩的不同了。然后这个是暗黑血缘的最新产品，一个地狱领主。然后带坐骑的，这个也是还在开发中。然后坐骑是可动的，可以有坐骑上面还有很多的铠甲。然后人偶其实是带翅膀的，只是没有暂时没有公布了。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的系列，叫百鬼夜行的系列，是以 GK 为主的，打造一款高端的小比例 GK。对，然后主要这次展会就是目前这些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大家。咁咧都
該曬 Kevin 先啦，因為咧現場啊真係好熱鬧、好靜嘈嘅。咁但係頭先都俾阿 Kevin 講完啦，咁我呢度講聲拜拜先，同阿 Kevin 好，拜拜，好。嗱，咁我哋繼續行。哦 ，Extra Ring， 嗱，去到 Extra Ring 嘅 booth 啦。好啊，好啊，好啊，叫。嗱，咁 Extra Ring 嘅 booth 咧好特別嘅，佢同 TA 咧一齊擺，即係 Toys Airlines。嗱，呢間咧傳説中嘅好厲害嘅牌子。哇，呢個係咩嚟嘅咧？哇，呢個犀利咯！呢個咧，呢個咧。未见过的是不是啊？这个见过啦，这个见过啦，好啦，咁啊慢慢去咯。好啦，咁咧就好多劲嘅之余咧，见到一个更加紧要的人啦，就系 Kilo 啦。嗱，上次咧 ACG 动漫节就同你捉伊恩啊，上次七月同你捉伊恩啊 ，ACG 啊捉来捉去。咁呢次喺广州揾到你咧，仲好啦，因为应该有多啲新嘢嘛，系咪啊？系啊，多啲新嘢，多咗唔同公司嘅合作咯。我俾个咪你揸住，我哋介绍下，因为今日咧好嘈啊，如果唔用咪咧收唔到声。今次多咗一个制作团队，就叫 TA，TA 之前就做柯柏文大版嘅，咁嚟紧就会将孙宇某啲载具咧就会生产出嚟啦，咁会沿用翻有旧化嘅风格咯，咁变形啊各样嘢都保留翻喺度嘅。其实这个旧的版本呢就在两三年前见过的，他们就将设计重新回去再执过。我记得了，我第一天见你那个嘛，是什么第一天见你？好了，那大家相信呢知道今天呢就一定这样，不停在断线，还有就是现场的音响呢非常巨大。不要紧，我们今天有麦，很明显我们来到 SA Ring， 我们跟他呢由头开始冇乜嘢，头先重复咗两句啫。好，交个麦俾阿 Kit 先，有新嘢喎。好嘈啊！我哋 take two 啊，而家咁啊，孙宇今次喺广州展又多咗啲合作伙伴出现。咁第一个介绍嘅就系 TA 啦 ，TA 之前就做柯柏文大只柯柏文嘅，咁今次同佢哋合作就系做翻一啲孙宇嘅载具。咁啊，呢只系大约两至三年前出现过嘅载具。咁啊，交到 TA 手上面咧，就重新再 design 过，咁就里面多咗一啲新嘅细嘅结构，但外形上面咧都保留原有嘅设计嘅。咁呢架就系南瓜车同埋炮塔电单车啦 ，flat bike。咁啊，两架都有变形功能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同 TA 嘅合作咧，就有六寸嘅士兵。咁今次嘅主题就系秘密佣兵。咁就喺孫宇嘅外傳故事裏面出現嘅一啲機械同埋特別行動嘅士兵，咁唔隸屬於Argus 國家同埋 Omega 國家嘅。咁裏面會有好多唔同嘅配備，譬如背包啊、裝甲去俾佢做換裝。咁呢個系列就會比 3.75 寸再精細啲。咁另一個牌子就係金士，咁就今次開始同佢有 3.75 寸嘅一啲民兵系列啦，咁就非軍事、半軍事啦，叫做半軍事團隊，包括一啲女兵啊，或者一啲男嘅士兵，或者小朋友啊，或者係一啲男嘅民兵都會出現嘅。另外今次都而家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做 S Ring 嘅朗膠，咁啊今次都會有喺會場版就有啲迷彩。嚟緊台灣 TDF 都會有一隻黑金色嘅蜂蜜版本嘅指揮官。咁跟住介紹嘅就係之前Oritoy 嘅系列啦，咁都係一啲原本發展緊嘅角色，咁啊有再重新製造嘅沙漠步兵。咁今次我哋選用咗用布嘅質感嚟做衫啦，同第一版就有啲唔同嘅。另外一隻就是雙頭蛇，咁就係麥軍嘅延續改裝版本。咁佢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上面兩支炮係用唔同嘅火神炮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大家期待已久嘅女兵系列啦，咁就已經開始咗個生產階段啦。
因為之前有些生產技術未解決到，咁而家陸陸續續解決的問題，就開始可以將佢開始進行生產測試。後面就是 Omega 國家的步兵，咁今年都主要是出他哋的士兵嘅。下面就一些大家都已經知道嘅出緊嘅產品啦，同埋今次的會場版本獨次，就是蜂蜜部隊裏面的一架護航機啦。上面兩支炮可以拆出嚟嘅，咁呢個就係 3.75 寸嘅系列，嚟緊就係 2.5 寸。咁 2.5 寸第一浪就已經陸陸續續出貨啦。咁佢嘅特點嘅活動其實都保留到好多喐動嘅，雖然佢細只咗咁多，但腰嘅喐動唔會比之前嘅少。咁大家期待咗好耐Omega 嘅敵對裝甲服，咁今次都開始亮相啦。咁佢嘅變形系統係用互相組裝嘅，佢有電單車啦，有後面嘅骨架型工程裝甲服啦，有啲二足裝甲服。佢裏面都可以坐人嘅，係啦。咁呢個就係 Wavering 今次會場嘅版本，咁個顏色都係淨係會場先有嘅啫。咁嚟緊就係 Wave 2啦，咁大家期待咗好耐嘅人形裝甲服都會今次出現啦。係啦，大致上今次個展品就係咁多啦。咁咧唔該曬 Key 先啦，咁好見你越嚟越多產品啦，又 3.75 寸，又 2.5 寸，又6寸都有喎，好似係啦，把聲越嚟越沙啦，咁fans 越嚟越多啦，咁咧今日有簽個名嗬？簽咗啦，今朝簽咗3個鐘頭。聽日會唔會有啊？聽日唔會啦，聽日，因為太攰。係啊，聽日翻去香港預備台灣 TTF。哦，係喎，又要去 TTF 啦。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影唔到啲 fans 唔緊要，其實舊年都見識過啦，真係難得嘅中國人或者係華人設計師有 fans 咧，其實真係比較少見啦。咁希望你繼續努力啦，繼續成功。好，多謝你，好，拜拜，好。咁我哋繼續行一行啦，因為咧，繼續行啦，因為咧時間關係啦，咁啊嗱，我話俾大家知，這個直播咧到4點鐘到我就會完噶啦，咁大家咧好珍惜啦，因為我要走啦嘛，搭直通車翻香港啊，聽日聽晚又要聽朝一早啊六點八點機就我要上上海啦，咁咧但唔使擔心，因為會有兩個玩具展喺上海嘅會帶俾大家，哇好多嘢睇呢個禮拜係咪咧？好呢度咧，啱啱咧就一路行一路發行啊，影到好多嘢，你自己睇啦，好多冰淇淋你自己睇啦。哦，哇，哇咁大堆公仔啊，呢台灣嘅係嘛？咁大堆，哇好高威啊，影唔切啦，冇機會啦。哦，冇辦法啦，得個睇字。好，邊度？哦，呢度，嗨 ，hello， 哎。哇！哇！要介紹一下啦，嚇咩話 ？sorry， 佢攞到環三環授權啦，攞到環三環授權，再重新做定係話重新設計定係話咩咧？不如介紹咗自己先啊，不如。我係呢個城字做嘅合夥人咯。咁呢個係我哋嘅主推嘅三個項目咯。有一個係環三環先生嘅一個經典的 Gears 呢個系列的機人，因為呢個係未出過成品玩具嘅，咁我哋專門同佢傾得出咗佢咯，睇下爭取明年可以出得到啦。呢個其實即係主要係授權產品嚟嘅。係。然後呢個咧就係我哋同一個遊戲國內一個新進遊戲公司合作出佢遊戲裏邊嘅機器人。哦。而家喺 Sony PlayStation 嗰度打緊嘅，而家呢個遊戲。呢個遊戲係邊度創作嗰啲遊戲？國內嘅。國內做嘅。隊嚟嘅。哦。國內原創團隊的遊戲，係啊，都攞咗好多東京啲大獎啊咁樣嘅。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即係係國內設計嘅遊戲，而且咧而家亦都係國內攞翻嘅授權出翻玩具。係啊，係冇錯，出合金玩具模型咯。係。咁呢個係我哋嘅原創系列嘅，咁就玩海陸空三種形態可以互換咯。各種極地探險嘅這個道具咁樣，這個就是原創的，真是純原創啦，就因為是沒有故事沒有 IP 在後面的嘛。這個就或者到時再跟人談一些合作的漫畫動畫。個設計師是哪位啊？設計師都是我們這個團隊裡面。即是你用團隊設計這樣啦。沒錯。
咁然後其他就各大嘅第三方啦，嚇、啊。哦。即係我哋呢個攤咧，一個原創嘅玩具攤，就每個櫃咧係每家誒獨立牌子嘅人嚟嘅。咁呢度有成十幾廿個牌子嘅，其實呢度就。哦，明白，明白。好啦。咁然後呢個中間呢個場景就展示呢、這個一個新系列嘅Q 版兵人，Action Figure兵人嘅一個場景。阿 Ben 去咗。介紹過啦，係嘛？阿 Ben 喺邊啊？阿 Ben 唔係跟住你。我剛才就係揾佢，佢又揾你。哦，唔緊要，唔緊要，我影住先，我影住先。先啊，等下佢翻嚟。好啦，咁啊，點稱呼啊？唔記得咗。我姓林。咁啊，唔該你先啊，林生。咁啊，希望你個系列成功啦嚇。咁啊，第三方嗰啲我哋就唔影咁多啦，因為你明我哋香港嗰邊即係啦嚇。好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好，唔該你，好，拜拜。嗱，咁咧，我趁呢個階段咧，我就影下嘢先。我唔影阿 Ben 住咯，影頭先見到啲好特別嘅嘢。咁好多人都想睇嘅，咁咧就因為頭先牽涉到太多，我哋譬如內地啊叫第三方嘅創嘅生產啦，咁我哋就唔係唔想影，不過就即係始終我哋要關心翻即係一啲原創版權啦，或者一啲唔同嘅版權持有人嘅佢哋嘅想法啦，咁我哋就唔去專登去推廣呢樣嘢嘅，咁但係即係當我哋睇我哋會。咁但係即係大家可能相信好多朋友都明第三方喺內地嗰個稱呼同埋佢哋嗰個nature 或者佢原意係點樣？我自己就冇特別。喂 ，hello， 好啦。我係 Camaro， 我之前同你。哦，你 Camaro， 哦，你 Camaro， 咁大隻嘅原來你。係啊。我話你瘦啲添 ，OK， 係今晚今年上到嚟影。哦，係你好，我哋都係今日嚟做 live 咯，真係咁啱可以撞到。係。咁我係咩咧？喺我哋之前玩具雲啲聽眾都有聯絡開噶啦，係啦。咁今年第一年叫上嚟做 live 啦。咁啊，係啊。咁希望你哋越做越好啦，都嚇。好 ，thank you，thank you。啲方唔方便同你做一個 selfie 啊？想集個油啊？哦，好啊，好，你影一影啦。我再影住先。好。嗱，因為我哋影相，咁你我就望鏡頭啦。嗯。好，唔該，一二三。OK，thank you。唔該你。咁我繼續做嘢先嚇，唔好意思。OK，thank you。下次再上嚟再揾你飲茶好。OK。好。OK。啊，係咁呢度啦，嚟到見到有阿 Ben 啦，咁就嗱，其實頭先之前換個人訪問過佢噶啦。阿 Ben 其實就係曾經係某大公司都唔怕講啦 ，Super Story 一個設計師嘛。咁咧而家咧，我哋去今年佢哋有自己產品推出係咪？咁我哋就去你個 booth 啦。咁頭先又撞到啲廣州朋友啦，啱啱。左手邊。係啦。知道。好，咁啊，專登等你嚟到先影啦。好，就係你自己哋嘅原創產品喎。其中一個，是飛機都係嘅。哦，好啦，個形態咯。嗱咁樣啦，不如阿 Ben 啊，你都明白我哋點搞啊？你不如自己俾個麥，你自己又介紹，我喺度影你啲嘢，唔得啊？唔得啊？嗱，咁我問你啦嚇，咁啊呢個係咪 Q 版㗎 ？Ben 係 Q 版嘅。全部係你自己哋團隊自己創作嘅。都原創嘅，係啊，因為我自己做咗好多年軍事嘅玩具咧，咁啊覺得有啲悶啊，咁啊想做啲得意啲嘅嘢咯，係啊。就唔玩翻咁軍事，即係 QQQ 啲係。係希望就算女仔嘅玩家都會中意啦。好，咁我一路傾偈，一路影佢呢啲產品啦。嗱，咁咧就全部 Q 版已經係好多，即係都係走唔開你軍事。不過個成個型咧就即係縮咗型啦，變咗型啦。咁但係而家想問產品出街未嘅咧？預期係今年嘅12月中啦，其中兩款會發售咯。OK。十二月中會發售？咦，香港有冇得賣啊？靠你啦，咁就啊，要揾你幫手啦。又順便好衰，又順便兜埋生意啊。OK， 咁呢度暫時，咦，我見你原本好多相喎，但係今日見到好似 figure 好似，後邊嗰度，哦，咁咪去先，好。哦，喺呢邊，哦，喺呢邊，哦，咦，我分咗兩邊擺。OK， 哦，呢度 ，OK， 咦，真係要人帶路先得。哦，影嘢先，所以會窒一窒嘅。好，哇，影嘢先，好。可動嘅嗬，系都可動嘅，全可動嘅。到時會用咩料生產咧 ？ABS 定係 ？ABS 同 PVC 兩種嘅。咁大家唔使擔心啦，即係今晚好多嘅，咁同埋成本都可能會相對平少少啦。我見希勞都有喎。係啊。係啊，哇咦！絕對係襟就襟玩嘅，即係跌落嚟都唔會驚話，好似十二寸爛跌爛支槍頭啊，跌爛個夜視鏡啊，唔會啊，而家呢啲。零售價大概知道未咧？暫時。希望係。